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第三场比赛，我是主播 JR， 我是米洛德。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跟各位提醒，6月30号前刷中国信托英雄联盟卡，享指定的游戏、影音、动漫售票、云端储存最高 10% 的现金回馈。不论是平常要打 LOL 或者是玩手游、买装买点，再加上看剧或者是买演唱会， Disney Plus 还有 Netflix 全部都通用，就是我们 ZOD 手上 ZOD 老师手上拿的这么多的卡，你看那个卡面多到连这个 ZOD 都快拿不完了。不，这他忘记怎么粘的，忘记怎么开的。对，他是有粘住的。关他觉得他开领域之后他能避开维嘉的那个云，但在最后一刻他的领域笼罩在有就是关。回家走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还是被晕倒，所以第一时间伤还没打出来。他其实这波操作的好，就是沃龙先生，沃伦先生吗？沃伦刚刚打出沃伦先生了吗？其实这波就是哈娜被秀啊，我说实话。预知了未来，他知道 HG 就是疯狗式打法，只会往前。是。这狂上猛击把屋顶给秒掉，不过水晶可以输出，石头人被顶不住了。此时中出的大绝也无事于补了。哇，这波石头人。撞着死，对不起，是于事无补。我刚刚已经石头打击，就这个迷路了，走丢了吗？九汉，你走得掉吗？把魔球过去，还卡在墙壁旁边，卡住了，跳床吧，完了，那个爆破球过，结果撞住了啊！阿里的飞仙进场，永双定了一下，但是定到了刘娜，把贝斯给炸回来了，贝斯半血完了。布雷斯刚大骂一口，干嘛？哎呀，掉神经也撞了啊！完了，心态炸了。有内鬼，心态炸了，炸到不行。Kino 一个 double kill 入账，哎，这个真的心态炸了，没了。亮来一发，轰！上来啊！那打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回敬你一个，把亮给送了上去，亮倒了，回敬一发。不过此时进场的阿里是有把挖口给收下来，二是叫了羊。这个冲撞撞了一下，不过奶哥选的 T 恤跟665要兑换，就是预示者一拳把665的血量给补满了。CFO 的粉丝，给你一拳。太慢，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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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到对面的辅助 ，Reverse 吃到所有的 CC， 闪现撞墙，自己家的 AD 在吃龙，所以很无奈的必须卖掉辅助。我觉得是拦走回去了，然后他重击可能压到的是，哦，压了，他压了拉了蓝 buff 走回去了。然后他继续 A， 然后河蟹走回去了。赵信，反正把比较能够打的上去。哎呦，插上去，但是哎，被高估离席了，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飞太远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得说，很丑哎。要抓左边还抓右边？哎呦，扫了一下，看到了雷欧娜，一过去 ，A 帕克竟然是跟你一个。这什么？阴阳间的交错吗？四生四死，一个转弯可以搞定的吗？这什么 ？Vicky 追不到了，这很像活了，这很像又是一个抖音局。是，到底是谁蹲谁？我也想要秒 AD， 完了，看到了自己好像要被秒了吗？但走进去我没有在看被秒了，他在看前面。好，维克斯这波没有看到勒布朗，真的被他给偷到了。对的，还想继续的追击一个。骨头回力镖丢到，同时无敌假骗，你想骗我 ？Red 大笑一声，拿下 S。哦，单打来了来了，被摔了一下，但是 PK 跟 Red 两个打到一半，后面怎么有一个第三人加进来了？哎，怎么变车轮战？一个熊直接过来，闪现躲过 W 闪没中，哎，人呢？智商压制，TP 走了，高歌离席。哈。